王安宇对别人给姐姐们拍照时，那是主打一个敬业。哇，杂志杂志，芭莎芭莎长这样。瞧，其他人都在夸姐姐的时候，咱们王安宇可是只专注拍照呀。是不是可以给我take几张 photos？ No problems， 不用看我，自然些。王安宇对别人眼里那可是只有拍照，堪称专业的拍照指导啊。还有当王摄影看别人拍照时，那也是主打一个专业，一直盯着镜头，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咱俩就没衣服。看别人的片段时，再入迷也会回应弟弟。拉肚了那天。哎呀，这不用解释。听到讨论别人的事实，漠不关心，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，要不就是面无表情的盯着屏幕。但是对热巴就是，妈，你坐下坐下，干嘛干嘛。听到下一个是热巴，慌慌张张打开相机，生怕拍不到。啊，好了，谢谢。热巴觉得拍得差不多了，要离开，王安宇还让等一下，赶紧表露自己还没拍够。这单膝下跪的拍照姿势可还行。哦。热巴躺下，他就站远点拍，真的很难有啊。哇哦！看热巴拍照的时候，这小子也不一直盯着镜头了，改看人了。你小子就盯着看吧。这事当时咱俩谁提的说要 AA？ 热巴一出来的时候，王安宇的魂儿都快飞进电视了。看这表情，你以为他在思考弟弟的问题，其实他压根就没听到弟弟在说什么。昨天我本来给你打了很多字，但我没发。他其实能理解，而且能感同身受。王安宇当时应该没有想到热巴会那么用心吧？集体合照的时候，就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比耶。饿了吗？询问意见的时候，也总是向着热巴说的。王安宇也会配合热巴。热巴挪位之后，也会回身寻找热巴在哪。两个人说话就说话，还越贴越近了，和左边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呀。安宇他是会和我有点像的人。嗨，